听讲咧，造星唔止造星噶，仲造咗啲情侣出嚟噶。不过咧，参赛者云姨就可能会讲 ，No thanks。Love never felt so good。 云浩影在造星三决赛之前是大热嚟噶，但最后三甲不入，很多人都戥佢唔抵。不过咧唔惊啦，有男朋友呵翻啊！早排咧佢俾网民起底，原来早就名花有主，同男朋友都稳定交往咗一段时间噶啦。咁好细个就识佢，咁输咗点安慰我呢？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冇太大嘅一啲失落啊，或者咩咁样，其实都系过翻正常生活，行街食饭咁样咯。云姨嘅老外男友 Ryan 原来同佢青梅竹马，睇翻张相咧，2014年影噶，今年咧佢先得23岁，即系17岁就已经同佢拍拖啦。网民都赞佢男友够晒靓仔，佢都好冧咁话 Ryan 真系好靓仔，唱歌又好听啊。而云姨虽然就输咗比赛，但人气都好劲，都开咗个 IG 去吸金，酬劳仲由4位数跳到去5位数添。问佢有冇信心入行做歌手，佢就话都同唔同公司倾紧，顺其自然啦。江湖不背影名。